众所周知，近期为了防止疫情蔓延，全球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宣布封城、关闭边境等。全球供应节奏势必造成其他国家粮食价格波动，甚至引起国际社会不稳定，另一方面也会引发本国农民的强烈不满，他们可能会改变种植计划，进而影响粮食产能。尤其是对一些农产品出口大国而言，在这个时候关起门来求自保的方法很可能弄巧成拙，错失大好行情不说，还可能因此与他国贸易脱钩。待疫情过后恢复出口，人家早已成了别国的贸易伙伴。